7月28号，我登上了成都的大运会，我代表着我的民族，代表着良乡，代表着祖国，为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歌唱。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音乐老师，我想教很多很多像我一样的学生，带着他们登上更大的舞台，把大凉山唱给全世界的人听。哇，